帕蒂亚后，我们到今晚的目的地罗维尼旧城区的石板路，让我们吃尽苦头。10公尺。是啊，无电梯。Hi。I'm Vesna. I'm mother. Okay. Is now in school. Oh yes. Okay. Yes. 房东太太非常热心，告诉我们好吃的餐厅和一些好玩的地方。放下行李后，我们马上出来探索这个浓浓的、充满地中海风情的古城。对，来到克罗埃西亚，一定要去品尝他们非常有名的手工冰淇淋 gelato。Pistachio. Yes. In 罗维尼，我们最常做的事就是漫步在老城和小巷中。小巷和狭窄的鹅卵石街道，越过每个拱门，都好像有无尽的宝藏在等我发掘。非常的浪漫。Thank you.
来到了房东太太极力推荐的披萨店。Do you have a hot soup? No, we don't have only pizza and salad. Okay.